爱就是要只为他活，我要他，他就走不得，他就只能了放手。如果我赶他走，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定金喜饼你要多少？你讲。陈大庆，我只是要告诉你，如果你敢把我受骗上当的事情告诉嘉恩老师的话，我保证，发誓，绝对会给你好看的好看。听到没有？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我敢发誓，他真的比较便宜。嗯，我是说，我敢发誓，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哼。嗯，阿娘喂，女人翻脸真的很恐怖哎。哦，玻璃嘎仔哦，被骗钱上当的不是我。哦。双前座 SAS 辅助气囊能发生在冲撞时提供乘客头部及胸部的保护。光感应自动头灯，当车外光线不足时会自动的开启，增加主动的安全性。小姐，小姐，你好，我是林家泰，我来帮你服务。看车嘛啊，这款车啊是现在欧洲最流行的，而且它所有房车里头，这款车它的配备最好看，开头空间这么大，这七个座椅啊可以任意做调整。最棒的就是它全罩式的玻璃车顶，让你坐在车里，白天啊在车里做 SPA， 做日光浴，晚上呢可以跟着你男朋友一起看星星。哎，林家泰，起来起来起来，你去那里看星星。嗯，去去去去去去。哎，小姐，我们到前面去啊，我帮你介绍一下前座。八哥，哎，你不是个，你不是八公，是欧巴桑，大家拢来这吹冷气、吃冰淇淋，得找帅哥开讲。你不是要买车呢？啊，你叫我去创啥啦？这件事我就无简单，我哎呀，你不要瞧不起我们的客户好不好？不管是谁，来到我们展示中心。他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你懂不懂啊？我懂，他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好不容易。好了，换人了，那个是衣食祖父母。哎，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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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哥，你闲拜我闲拜啊？哎，去去去。这位美丽的小姐，我是林家泰，让我为您介绍，这款车是全开式的硬底敞篷，最适合像你这种年纪跟身份开的。只要打开天窗，白天呢，你就可以在车里做日光浴 SPA， 晚上呢，你就可以跟你的爱人在车里看星星。干嘛？看我出去哦！我进那么大干嘛？我是来买车的。红豆，红豆，我姐结婚的时候啊，我都没有送她什么礼物。现在既然他们想要一部休旅车，我就送他们一部啊！美丽的小姐，我帮你介绍，在那边。老啊啦，骨头变了，啊，袂堪要搬这个重的物件。你瞧，哎，妈，当家哦，我来就好，打一救补。吴太英倒去坐沙发吼，我孝顺足久啊啦。刚才吼，咱社区办这个跳蚤市场去，我抢来。哎，啊，那去让迄路卡抢去吼，搁袂晓补救，哦，迄我真会不甘愿哦。其实啊，原本的那个沙发也是好好的，还可以坐嘛。哎呦，你俩怎么遐尼啊笨哦？哎，我什么拢吃呢？我就是吼不吃亏啦。嘿，我用原来迄座沙发哦，改换这个这高级的哦，我赚到啊呢！妈，你好厉害哟！哎呦，那有啦。不过啊，这个沙发还是二手货嘛。等家中了100万，
我们就可以买全新的。啊，那真正中100万哦，那是真好啦。也唔过，敢问啊，啊，敢咪叫人骗？大丈夫哟，因为啊，将报给对方的银行账户啊，里面只有150块，所以啊，如果被骗，也不会知道归啦。知道归？啊，你是讲吃亏哦？那是亏，啊，唔是归。哈、哦，苏卡，也唔过哦，还是较细腻的。你无听人伫咧讲，拍你当哦，搞笑人。哎、欸，现在不景气哦，什么妖魔鬼怪哦，拢会出来呢。鬼哦！哎呦，鬼有什么可怕的？哎呦，你哦，真正敢那莫变鬼嘞！啊，透早你在那敷什么脸呐？啊，最可怕的是人，尤其是这里不好的人。这里不好的人。心脏病哦！失火了！哎，你要创啥？失火啊！哦，那不是失火，那叫做发怒。发怒？什么发怒？发怒在台湾啊是好事，表示啊又会有很好很好的事情要发生喽。红的呢？红的。我林家真正要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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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发咯！发啦！我跟你讲，都这样用哦，发落安尼。哦，妈，我有100万，我有100万了，你看，看我清楚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来临呢，我有100万啦！以前哦，我咧同意发票200块，上起码200块，我两百用过。啊，这个我真正是啊，一名则已，对，不明则已。我这国文老师现在很弱啊。你想紧张啦？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呐、啊！阿明哥，真的有100万呢！100万，真的可以买一部小李子，大家一起去旅游。嗯在门进前哦，这香炉才发的啦。老爷，你是不是知影讲哦，咱后生哦娶新妇，啊，你要给因阿母一个大红包，所以你拄才发炉，是你要感通知的心。爸，多谢你。多谢你哦。阿丽阿多呢？干啊，今天吃香，给恁爸谢多谢一个。对，你对，你对，你对。恁家做工作吗？你若有灵有相哦，都会保庇哦，阮子孙安尼哦，万年富贵呢哦。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干啊，干你来看麦者。嗯，好啦。哎，阿你看这穿啥？看没？这干那是。啊，一零。迪，还有一个字是什么？这是八万！啊！我想讲我目睭花，看唔到。是，真正是一零零八万呢！一百万，对，不对。这上面写的100呀，是不是你中奖的那个？是啦，哎，拄只花落过吼，啊，赶倒来就讲，伊卡座内面有100万啊呢，啊，这是八下才浮出来哩呢，哎呦，唔都是，可怜我，哎呦，100万，啊，给我100万，给我100万，100万看会到开袂到，哎，无彩哦。什么无彩？干，你敢知影什么叫做现金存款，什么叫做支票存款？妈，啊你敢知影？我哪会知？你逐摆薪水给我，我拢甲你摕去定存啊。啊，我这世人也唔捌什么开支票给人啊。
安尼，刚刚你甲我讲，你的口罩内底有偌济钱？我本来有百五，啊，即嘛是一百万，搁百五，哈哈哈哈哈哈！算定钱，即个你失算啊！可是我若真正拄着啥物诈骗集团，啊，人是安那要加钱啊，汇入来我的口罩。哦。安尼，你敢知影账户余额甲可用余额有啥物差别？拢是存款啊。我知啦，我的意思是讲吼，对方将一百万的支票汇入去你的口座，啊，你的口座马上就会显示账户余额一百万。啊，不过这张支票要经过票据交换中心，但确定不是巴拉票了，这一百万的现金，这真正是伫个你的口座内底哦。安尼，你即马看你手的迄张单，顶头的账户余额是一百万，啊，可用余额是偌济？百五。嗯？雪婷啊，敢真是安尼啊？你唔通去学迄个诈骗手法吼，啊，行到看到乌影就开枪呢？看到乌影就开枪？拜托的。干呐！我是劝你吼，莫遐尼急，甲税金汇过去。没，袂呢，袂呢。我真无简单才着这一百万呢。假使我若无将税金哦汇去给人，啊，到时啊，人家我的奖金搁偷偷转去，啊，是安怎？迄真正是要哭无目屎呢。哎呦！你莫这么低头无？你敢袂用小等者？等下明仔载下晡三点半，看这一百万是毋是有跳票，再搁讲啊。我若无，万一你若是拄着变身啊？迄个时阵哦，你就真正是要哭无目屎。那一百万是，是不是我们的？是啊。哼，可能呐、啊。应该啦。我去开门。お兄さんにプレゼント。プレゼント。プレゼント。看。嗯？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呦，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姐，你跟姐夫不是想要一台休旅车吗？哇，在舵上给我的基金里面拿了一百万出来，已经跟家泰订车子。怎么样？我聪明吧？这样子啊，不但你跟姐夫有车子，就连家泰也有业绩了呢。哇，还是他第一个客户呢。这叫做两全其美。姐夫，嗯，我的成语用的对吧？嗯。这是试乘车啦，我能不能给你看哦？跟你说哦，这里呀、啊、有红橙黄绿蓝靛紫，黑白金黄带银灰。ABS 加导航，跟你说啦，这部车子啊，只要你拥有啦，就能显现出你的身份跟地位哦。怎么样？你挑吧，挑好了，我马上去跟家泰签约下订单。哎，你比卖车的还像卖车哎。干哪，你过来。哦。怎么了？李德平小姐，多谢你的好意的。要不过吼，迄新妇后头厝送只狗的吼，阮袂用收的。迄若传出去吼，别人唔知影，了准讲吼，阮家是伫靠某食饭嘞。对了，李冬梅，这个车啊，说什么我们也不能收，啊，要买车我们自己会想办法。哎呀，没关系啦。真的不能收了啊！麻烦你把这个车啊开回去，啊。不收。不能收嘛，真的不能收。姐。姐夫既然不收，那算我送你个人的。嗯，瞳，そんなわがままダメ。どうして言うこと聞けないの？我不是跟你说过，要买车子，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的。怎么可以用爸爸的钱呢？どうして？你虽然叫林家，可是你还是杜桑的女儿啊。以前我们还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为什么你嫁林家来以后，要什么就没有什么？瞳。以前你生日的时候，豆桑也送你一栋房子啊。现在我只不过送你一台车子而已，嗯，又没有多少钱。希多米小姐，啊，你起码讲这话意思，唔着阮林家拢伫靠到恁姐姐身骨啦。啊，我甲你讲哦。妈妈，妈妈，妈妈是希多米啊，无这个意思啦。希多米啊，
你姐夫虽然没什么钱，可是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姐姐受苦的。那个车子啊，我想要的话，我自己会想办法把它开回去。开回去。你们干嘛每个人都这样针对我啊？我只是好心好意买部车送给我姐，碍到谁了？没没。哎呦妈！Hitomi，不可以这样没礼貌。この車、早く返してください。开回去？我定金都付了耶。你要我怎么跟家泰交代啊？姐，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あなたが大人になれば、私が言った意味がわかるわよ。人个电视新闻哦，拢嘛有在讲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看会到，坐袂到，无彩呢，西洋人啦。跟我同仁，本公司新进人员林家泰已经卖出了一部本公司这一季重点促销的百万修理车，请大家给这位优秀的人员一点掌声鼓励。谢谢，谢谢大家。首先我要感谢，难得你第一天上班就如此优良的表现，比起那些资深业务员呢，尤其是那个每个月做不到一件业绩的，你这什么态度啊？我就是在说你啊，我真不知道你这几年是怎么干的。从现在开始，你一切通通听家泰的，你得跟他好好学习，知道吗？是，经理。大家好好工作啊。是，经理，谢谢经理，谢谢经理，谢谢大家啊。恭喜恭喜，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前辈。去哪里？你没听经理说吗？一切通通听家泰的，对吧？爱就是要紧握的。